请看知足天寄诵的第五首，众生业惑所缠缚，骄慢放逸心迟荡，如来未说极净法，善目照之心喜庆。这是善目天王的赞颂。他所得的法门是普尽一切众生界解脱门，第一句跟第二句就是说的所尽的众生，这是指我们六道的凡夫。六道众生起惑造业，所以说是众生业惑，或是迷惑所缠缚。他所表现的骄慢放逸心迟荡，这个两句确确实实将我们这个众生界现象说尽了。清凉大师在这一段注的文字比较多，他说慢是根本，骄逸是随祸，贪嗔痴慢对圣教的疑惑，这是五种根本烦恼。这个骄跟放逸呢，是属于随意烦恼。骄就是现在人所讲的值得骄傲，你一定有一些长处，你才会值得骄傲。值得骄傲了，不是现在人说的，自古以来凡夫就有这样的心态，换一句话说就有这样的烦恼。我们在坛经里面读到，发达禅师见六祖的时候，礼拜头没有着地，六祖看的这个样子，等他拜完之后问他，你礼拜头没有着地，一定有值得骄傲之处啊。就问他，发达很老实，说他曾经读过3000部《法华经》，这值得骄傲。别人做不到的，他能做到。所以由此可知，
这些烦恼习气真的是与生俱来，可是这些东西能障甚道啊！不但障碍你修行正果，说实在话，连你的悟门都被堵塞了。你读经听讲不能开悟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是你自己本身有障碍。注解里面注得很好啊，教对自己啊，殊胜之事心里头染住，不能放下了啊，所以说是值得骄傲。现在这一句话在社会上很流行，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句赞叹的话，殊不知道这一句话不是一句好话了。释迦牟尼佛不只是一生，生生世世在十法界现身说法，教化一切众生，这个功德有多大呢？谁能说得出呢？谁能赞叹？佛有没有感觉到骄傲？有没有说这个很值得骄傲？如果说是值得骄傲的话，还有什么人能够比得上释迦牟尼佛呢？还有什么人能比得上啊诸佛菩萨呢？诸佛菩萨的事业我们今天看真正值得骄傲啊，但是人家从来没有骄傲。也就是说他对他所做一切善行事业决定没有染着，我们现在说决定没有放在心上啊，所以人家的心清净，有一丝毫的染着就不清净了。清净心是真心的，染着是妄心的。染着就是轮回心，那么你所造作的一切事业，无论是善事是恶事，通通是轮回业。造的是善事，轮回里面三十善道受果报，造作的恶事是轮回里面三恶道的果报，有什么值得骄傲啊？纵然是三善道的天王，福报很大了，他依旧还是有寿命，福报还是享得尽的，福报享尽了，寿命到了还要轮回，还要堕落，诸位想想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所以
事出世间圣贤都教导我们，我们行善做好事是我们的本分，应该要做的，既是本分，既是应当要做的，就没有骄傲可言了。什么是慢呢？慢是欺负人的，仗着自己的成就轻视别人，瞧不起别人，或者是自己有地位有财富，有超过别人的长处，所以骄跟慢常常连在一起。骄是自以为是，盛气凌人，放逸就是放荡。换一句话说，随顺自己烦恼习气的行为，这一句话实实在在说，就是轮回的根本啊。业祸缠缚是轮回的因，骄慢放逸是轮回的缘。因缘集合就现轮回的果报啊。清凉注解里头有两句话说得很好啊，慢能常轮生死，骄慢永远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，骄慢很不容易断掉，不知不觉了就起现行了。我们现在一般人常讲啊，哦，我人脾气很大，脾气很大是什么？轮回的业因。所以我们看佛菩萨，我们看世间那些圣贤，处事待人接物谦虚沉静，我们想学圣贤，想学佛菩萨，怎么学都学不像，原因就在此地，不晓得从哪里学起。我劝同学们念《了凡四训》，了凡先生自行化他，实在讲他把谦敬放在第一位，
他看人，文字里面举了很多例子，虽然多半指的是读书人，去考取功名，他看人，这个人这一次去赶考能不能考中，他的判断几乎都是百分之百。他从什么地方去观察作为判断的依据呢？观察这个人的沉静谦虚，如果这个人处事待人诚恳，谦敬，这个人去考试一定会考中。几乎都被他说中。他的观察人不但有理论上的依据，也有事实上的证验。佛菩萨更是教导我们，那是深入一层。骄慢是生死轮回的根本。我们要想永脱轮回，这个烦恼非断不可啊！怎么断烦呢？学恭敬，学谦虚。华严的教学，大家都知道，当机是化身大士。换一句话说，它是高等的教学，不是初级、中级的。华严经里面所讲的无量法门，以普贤菩萨十愿作为总纲领、总结论的，普贤名号的意思已经具足了，普是平等，没有分别，这才能普啊。设法界一切众生一律平等看待，这个才叫普贤呢。如果有高下之心，我是人，你是畜生，畜生怎么能跟人比？诸位想想看，骄慢不就露出来了？这个心就不清净，就不平等了，那不是普贤心啊。普贤心是圆满的菩提心呐。超过大乘菩萨，普贤菩萨确确实实是将设法界一切众生，不但是有情众生，连无情的众生都包括在其中。真正是
过去父母，未来祝福啊。所以普贤的行就是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。佛是老师，面对父母师长，哪里还会有娇慢？但是在今天的社会，这个说法已经不尽然了。为什么呢？子女对父母娇慢，对老师也娇慢，所以古圣先贤所说的话，在那个时代行，那个时代有孝道的教学，有师道的教学，人人知道孝亲，知道尊师重道。现在没有人教，也没有人提倡，在社会上也找不到这样的人，找不到榜样了。所以那个孝敬的心呢，没有了。今天跟他讲孝敬，他听不懂啊。他认为骄慢值得骄傲，对父母也骄傲，对老师也骄傲，认为这是正常的。这是当然的，这是合理的，这是合情合法的，那还有什么办法呢？这样的知见在佛法叫一禅体，一禅体是印度话，它的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人。佛出现也不能教导他，为什么？他不能接受啊！我们跟他讲古圣先贤佛经里头所说的，他说这已经落伍了，跟不上时代潮流了，这些话已经被淘汰掉了，你还说这些干什么？我们往往听到年轻人对我们是如是的回应呐。我们听了心里很悲痛啊！虽然有怜悯之心，也没有办法帮助他。唯一能做的，我们自己随顺古圣先贤诸佛菩萨的教诲，我们去做。他说我们愚痴，说我们落伍，说我们赶不上时代，随他去说。毕竟现在我们还有做的自由。现在这个时代讲求的是民主、自由、开放，
啊，你有你自由自主的做法，我也有我自主自由的做法。啊，你随顺的是烦恼脾气啊。随顺的是社会世风啊。我们不敢说你不是，但是我随顺的是圣贤教诲，佛菩萨的经教啊，我也有我的自由，我也有我自己的自主。啊，我们各行其事，到最后结果，我们来比比，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所以今天要想劝导世人回头，只有一个方法，以身作则，做出样子给他看，绝不是短时间他看到会觉悟的，短时间他看到他还要回报，还要讽刺啊，讥笑，甚至种种给你为难，我们都要承受啊。10年、20年、30年、40年之后，他慢慢就觉悟了。他就懂了。这个时代的众生难度啊。我的时代就相当不容易了。现在你们的时代比我这个时代就更难了。我26岁学佛，我学得很认真的。我接受善知识的教诲，我对老师有尊敬心。老师能够爱护我，能够一直都照顾我，一直到他往生了。为什么这样关心照顾呢？没有别的。我能够依教奉行，老师教我的我真做，虽然不能100%做到，但是50%啊，那是肯定做到了。可是在一般同学当中，能做到50%的就很少了。这个就很难能可贵了。我就是有这么一点基础，可以奉行到50%。我已经得利益了，得受用。然后在这么多年当中，自行化他了。实在讲，化他是真正利益自己。为什么呢？我要讲经，要讲经不能不读经，天天在读经啊，一遍一遍在重复啊。
受经教的熏习，于是从50%就提升到60%，再提升到70%。有长进啊，这种长进，你们常常在我身边跟我时间久的人，除非你是粗心大意，你不能够觉察。如果你细心观察，你能够看得出来。啊，最显著的我讲经的内容不一样了。前十年讲的不如第二个十年，第二个十年讲的不如第三个十年，第三个十年讲的不如第四个十年。我讲经40年了，这是境界不断向上提升的。我讲经没有丝毫保留，遍遍不一样，是境界不相同啊。境界不相同啊，我做到比起以前有进步啊。起心动念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有几分接近，有几分相似了。所以若不能够随顺经教，若不能够落实经教，不会开智慧。过去我见过老法师70岁80多岁的，也是一生讲经说法，但是他的境界永远停止在一个阶段。听他讲经，无论他讲多少遍都是一样的，这就是说他没有进步啊。为什么没有进步？解行不相应，他所解的没有能够落实到现实生活，所以他永远止于这个境界，不能向上提升。原因在此地，所以我们知道多少一定要做多少。你能够做到，你的解又会深一层，又会扩展一层。那么你的行为呢，就越能够又深化一层。这样的解帮助行，行帮助解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也。这是张家大师从前教我，看破放下，看破是解门啊，放下是行门啊。戒心相知，就是互相帮助啊，能到如来地。
啊，结一分行一分，结两分行两分，啊，一定要把所学到的、所理解的，通通落实，通通做到。啊，这个是做学生的态度。老师的学生很多，也就是我们的同学很多。老师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关注，这个关怀，绝对不是老师偏心。老师对于学生观察入微，哪个肯学，哪个不肯学，了如指掌。对于肯学的，要帮助他成就，就要多关怀。不能成就的，那就随喜功德了。讲经说法，你喜欢来听，也不拒绝你；你不来听，也不勉强。所以是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啊，恒顺众生嘛。可是真正好学的，那要鼓励他，要帮助他，要成就他。这个是，不仅是佛菩萨教学，世间圣贤教学也是这么一个原则。所以老师决定没有偏爱，老师的心地清净，老师的心地平等，充满了智慧。所以我们要学古圣先贤的沉静，要学他们的谦静、谦虚，要把根本烦恼断掉啊！清凉又说，放逸是众惑之本，所以佛在此地在一切烦恼里面特别举这两样啊。放逸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的话讲随便，用心不专，用力不勤，随随便便，马马虎虎，认为这就可以了，就行了，这样的心态决定不能成就。不但在佛法修学你不能成就，世间的事业你也不能成就。世间事业要想成就，不可以翻译，决定要认真。现在的教学比从前困难，这是事实。这些因素我们都清楚，都明了。我还受了一点古老的教育，时间虽然不长，
但是影响了一生。知道孝亲，知道尊师重道，还有这么一点点的旧观念，所以老师对我的教诫都很严格，但是我今天对于同学们决定不能用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居士那个方式来要求你们。为什么呢？用这个方法要求你们，你们受不了啊！你们会掉头而去啊！这就是我们在童年时代所受的教育不相同，处境不一样。今天诸位要能成就，多分要靠自己。我劝导大家，警策大家，只有在课堂上，完全顺从经教的教诲，劝大家也是劝我自己。警策诸位同样也是警策我自己。诸位果然善学，你确确实实不会虚度光阴，你真的能学到东西。你要是放逸懈怠懒散，你的时光就空过了。你不能成就实学，真实的学问你得不到。所以学讲经，讲经这套方法固然是很重要，这是技术，但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德行，开悟。人怎么会开悟？德行当中来的。这个德行就是《无量寿经》经题上所讲的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是德，你的行为能与清净平等觉相应，就叫德行。与清净平等觉相违背，你就是造业。随顺真诚清净平等觉，你的行就是菩萨行。违背了真诚清净平等觉，你的行为是轮回行，
这个道理，事实真相不能不明白。所以清凉说，放逸是众祸之本。这句话我们要记住啊。祸是什么呢？迷惑啊。一切迷惑的根本呢，就是放逸。放逸就是不认真的。吃当，当是什么？是不安。是妄动。他这个地方解释也很好。境界啊，静风古籍飘荡吃散。这两句话要用现在的话来讲，经不起境界的诱惑。现在这个社会，名利的诱惑，五欲六尘享受的诱惑，经不起啊。越遇到这个境界呢，你就动心了，清净心没有了，平等心没有了，觉悟的心没有了，慈悲心也没有了，经不起诱惑。你怎么能成就？古时候修行，道场为什么建立在深山、旷野之处？不但远离都市，就是离乡村也有一段距离。为的就是凡夫心很难抵挡诱惑，最好是远离一切诱惑啊，使我们道业容易成就啊。可是现代环境困难了啊，纵然到深山啊，还要架上电视。时时刻刻还在跟外面境界接触，何况我们住在大都市里面，在这个里面要想成就道业难了，不但现在人难，古时候人要到今天跟我们同样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头，他也不能成就啊！他也敌不过这些诱惑。所以我也常讲啊，今天我们的成就啊，真果然成就了，那个功夫戒定慧三学决定超过古人很多倍呀！我们今天等于是生活在大风大浪当中啊，能够平安到达不容易啊。他们的修行在风平浪静当中行事啊，成就啊不难呐，我们成就太难太难了。
有史以来没有这样巨大的诱惑力量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修行人乃至于出家人被诱惑了，退心了，淘汰了，不足以为奇，理所当然。他在这个境界里头能够保持自己高度警觉，不被诱惑，不退心，不退转，还能够精进不懈，这个人我们尊敬。套一句古人讲的话，不是凡人呐。经上讲的话，善根福德无比的深厚，他才能够抗拒巨大的诱惑。不是深厚的善根福德敌不过诱惑，决定被诱惑淘汰掉了。这些都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真相。前两句实在讲呢，就是说的我们现前的境界。我们如何在这个大风大浪里面立定脚跟，不为动摇？第三句跟我们说出来，如来为说极净法，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勉励我们，教导我们要随顺如来的说教。要亲近如来，我们是凡夫，我们业障深重。二六十中常生烦恼，烦恼现前的时候怎么办？如果随顺烦恼，那就造业受报啊！不随顺烦恼，没有能力，没有这个定慧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唯一的办法，立刻回头，随顺如来。如来在哪里呢？大乘经教啊，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大乘无量寿经。烦恼起现行，赶紧展开经卷，读诵大乘。我们烦恼就转过来了，这个方法很有效啊。
不读经的时候就念佛。经要念得熟。这一点同学们多数都做到了。不读经的时候烦恼起现行，思维经义。想想佛在经上啊对我们的教诲。想想我们要怎样将佛陀的教诲落实到生活上，落实到工作上，要把佛的教诲落实，这个样子就把烦恼习气扶住了。常常扶啊，天天扶啊，日夜都在做扶烦恼的功夫啊，少睡眠呢、这个很要紧啊。睡眠是昏沉的、妄想是放逸、这两样东西对我们是大障碍。睡眠的时间越少越好。我们今天修学，接受诸佛菩萨教诲，深深感到时间不够用。真的是分秒必争呢。你们现在对于读诵大乘，对于看经研教，还会懈怠，还会偷懒呢？什么原因呢？你们没有切入境界。为什么没有切入境界？你们功夫不得力。为什么功夫不得力？你们在经教上用的时间太少了。果然你用的时间多，功夫得力，你得法喜。然后你才真正体会到啊，哦，读诵大乘是无上的享受啊。怎么可以睡眠耽误享受啊？无上的喜乐，你今天没有得到啊！我亲近方东梅先生，方老师告诉我，学习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听懂他这句话了，所以被他这一句话引我入佛门了。我希求的是什么？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人生最高的享受在哪里？读诵大乘。所以我那么喜欢读经啊！初学佛的时候，我的朋友、同学、长官，都说我被佛经迷了。他哪里知道？最高的享受啊！如其说我被佛经迷了，
他被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迷了，他认为那是最高的下手啊。所以乐此不疲呀、我知道这是最高的享受啊，我得到了，我也乐此不疲呀、我们每个人享受的不一样啊，但是这几十年下来之后，他们明白了，对我很羡慕，见了面都说，哎，你的路走对了。四十年前他没说过这个话了，他说我迷信的，他说他的对说我不对。四十年之后他醒悟过来了，他知道我走对了，他走错了。我们要帮助别人，要长时间做出来给他看。他们有这么长的时间，他醒悟不过来呀、他迷得太深了，迷得太久了。这一句话就是帮助我们断烦恼、开智慧、了生死、证佛道的方法。如来所说的千经万论都是寂静法，何以说都是寂静法呢？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面两句话说得很好，不取于相，当体即故。如来为众生说经，说教啊，我们晓得，他老人家是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为什么说说而无说呢？佛讲经说教，利一切相，就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所以说而无说。无说而说，是从体其用。说而无说，是摄用归体。体用不二啊。这是如来说法。那我们今天展开经卷，用什么方法才能契入，才能真正懂得如来所说的真实意？若不能立四相，是决定不能懂得如来所说意。你四相没理，你怎么懂？怎么听？怎么去研究？
说实在的话，全是皮毛啊。实实在在入不进去。为什么呢？佛的境界嘛。我们今天能够体会的是把佛境界变成我们自己凡夫境界。随顺我们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来体会经义。所以这个经不是圣教啊，这个经是凡人的书籍啊。我们读的凡夫的善书，这如此而已啊。我们得的利益小利益了。为什么极尽两个字没有？也不懂得什么叫极尽，天天念极尽，不懂得极尽的境界。所以我劝勉同学，你要想对如来境界有个几分相似的体会，这不是真实的，这相似的体会，那你已经得相当受用。要怎么办呢？至少要把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控制占有的念头放下，你才能得几分相似啊！念念当中还想控制一切人事物，这是迷惑。念念当中还想占有一切人事物，你在造业呀。所以念念当中有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是轮回心，念念有占有一切人事物的这种行为是轮回业。轮回心、轮回业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？我劝大家放下，劝大家舍弃，是有道理的。你才能体会呀。我希望你们有几个人能契入佛陀的境界。为什么呢？我就可以退休了，我不要这么辛苦了。这个经你们可以讲了，你不入这个境界你讲不了啊。看古人的注解也会把意思讲错，为什么呢？你不是古人的心吗？我们听人家说话错会意思，这个事情常有啊。听一般人说话我们都把他的意思错会了，听佛菩萨说话，看古圣先贤的注解，错会意思太多太多了。
很平常的现象。怎样能不错会意思呢？唯一的办法就是入境界。要入境界，一定要断烦恼。要断烦恼，决定不能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之中。决定要随顺佛菩萨的教诲。要知道修清净心的重要，要知道立四相的重要。我们今天四相为什么立不了？不了解四实真相。四实真相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告诉你四实真相啊。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这是四实真相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这是四实真相。你什么时候随顺佛陀的教诲来观察世间的四实真相？境界一现前，佛的教诲忘得干干净净。如果你能够铭记不忘，时时刻刻你能够用得上，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早就没有了。纵然不能够断掉，你也完完全全能把它控制住了，能把它降服住了。所以我说经念的不够吧。在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没有用上吗？说功夫不得力，已经是恭维的话了。实际上，你哪有功夫啊？说功夫不得力嘛，你还有功夫吗？功夫都没有，还谈得上什么得力不得力的？佛、菩萨、祖师大德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别忘记观照啊！什么叫观照？念念随顺佛的教诲就是观照嘛。我们面对着名利五欲六尘的诱惑，立刻就想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立刻就想到三心不可得，诸法缘生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你的心不是马上就平静了吗？心不就立刻恢复清净平等，恢复正常了吗？可见得了，这就是你不会用功吧？你还会随顺烦恼，还是随顺习气吧？那么由此可以证知，烦恼习气是多么深重啊！经念的不够，天天念，时时念，无间断的在念呐。
念到它起作用才行呢。时时刻刻念念当中都有佛的教诲在引导我们，在指导我们，功夫才能得力啊！时时刻刻把佛陀教诲忘掉了，这个在佛法里面讲是念，你把正念失掉了，正念怎么样？正念你就随顺烦恼了，你的功夫完全没有了。正念之后啊，就是念名闻利养，念贪嗔痴慢，念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搞这些东西。我们想想，我们现前是不是这个状况？如果是这个状况，怎么办？你想不想改进？真想改进，你还有意思学佛。没有改进的这个念头，那你就在造罪业，念念当中都在造罪业啊！造什么罪业呢？批判如来啊！什么叫批判如来？假借佛法来欺骗信徒，赚取名闻利养，赚取五欲六尘的享受。佛说了，果报在阿鼻地狱。你相信佛的话是真的吗？佛的话一点不假了，决定在阿鼻地狱。眼前这一点小利不值得贪图啊！真是经上常常用的比喻，刀头是蜜，锋利的刀刃，刀刃上涂了一点蜜，蜜是甜的，你拿舌头就舔了。你今天干这种傻事啊，甜头尝到了，舌头没有了。所以眼前这些名利你固然能够获得了，你的果报在阿鼻地狱。你想想，眼前你的享受能有几天？堕在阿鼻地狱那个受苦，是论劫算的，不是论年算的。所以你要想通了，实在不值得，你就不会再去干这个傻事了。所以学佛无论在家出家，决定要随顺佛菩萨的教诲，要放弃自己的成见啊！我要想怎样怎样，全都想错了啊！放弃自己的想法、看法、说法、做法，完全顺从佛菩萨的教诲。
这是个聪明人，这是开始觉悟了。啊，我们现在虽然烦恼没断，智慧没有开，能做到这一点，算你开始觉悟了。啊，你有聪明，你有智慧。从这个基础上向上提升，这才叫功夫。啊，提升有进步，这是功夫的力。啊，当你功夫得力的时候，你才会懂得尊师重道，你才会懂得上报四重恩是什么意思，知恩报恩啊。今天你不晓得报恩，不能怪你，为什么呢？不知道恩德。真正修学得受用了，才知道恩德。报恩的愿行油然而生的，不是人家劝你，不是人家教你，自自然然就生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已经尝到味道了，你才想到这个法喜，这个成就是谁给我的，谁介绍给我的，谁帮助我得到的。所以报恩的心行自自然然就现前了。所以事出世间真正报恩者，佛与大菩萨，他们对于恩德知道的究竟，知道的圆满，所以报恩也报到究竟，也报到圆满。怎么报恩？弘法利生。所以诸佛如来在虚空法界随类现身，随机说法，为什么呢？知恩报恩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讲到此。